嗨，大家好，我是巴大哥。咱先来看麦一场的精彩 highlight。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大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场的精彩 highlight。结束。如果还没订阅的朋友，别忘记帮我在下方按下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就会收到上片通知啊！别忘记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这一场其实是被针对的，有点点。蛮不爽的，说真的。哇，可是也可以说对面真的蛮会玩的，对面的辅助真的是不错。为什么不错？哇，看完就知道了，这个过程很重要啊。可是这场我是怎么拿 MVP 的呢？这场我输出其实是占了整队里面的几乎是1/5呐、啊，这么高啊。可是前面真的是被针对的很惨啊，对面的皮皮的胜率是71%、啊，可是真的蛮会玩的，还不错啊。好想我们辅助换一下，没有了没有了，开玩笑的。这边我不知道跑不跑掉了，应该是跑不掉了。啊，没关系，周而复始，复活。先复活出来的，赶快点错招了，还没有机会爆这个书啊。他跑了，还要缴树影，蛮快的，树影都缴了。黏我哎、欸！哇哇哇哇！精彩的来了，感觉我被淘杀了、欸。感觉我队友太冲了吧？但很危险啊！先回家好了，先回城，先回城。野军到。感觉出事了，哇，看真的出事，要修啊，啊，被蹲呐、啊，收一下这个输了机会啊，我打到了。又来，又来了，又来了！你看那个书，你看那个靠腰皮皮，很会滚的，说真的，很会滚的。
很会滚耶、欸、超会滚的、欸、好会滚哦、喔、忍住忍住没事没事滚住最近工作面也是蛮忙的可是蛮有成就感的有机会哦这样不得不讲啊我手速真的是够快啊还要手速够快不然正常那种情况应该正常死了如果带淑女的话可能就好一点刚一直被晕欸说到最近工作蛮猛的、啊、如果想要创业的话可以找我我会帮你免费零元创业提供你器具那、啊、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可以 LINE 我下方简介有背包背包了挂了挂了刚是直接走回家了没事又来又来你看又来了死定了死定了没戏做副食了用完了用完了感觉输在那边了、啊，来了来了，哇，那个是吕布，要修啊，要修啊，沃克吃完魔龙了，应该会来的，赶快帮忙一下。绑得好啊阿莱绑得不错受不了受不了了被蹲到很受不了了、欸、赶紧破大事咯开起来啦一走开起来了nice 哦哦政府出来了复活了复活了有给收掉了终结终结 shut down 了对面的书是我们的上上上一场的队友那我们一起赚了一颗星那这一场不知道能不能拿下一颗星啊目前是连胜中啊这场赢的话就是四连胜啊一般都是单排比较多啊单排习惯了去吃一次收一收反正原本就是一只后起脚啊所以前面不管怎么样看我们撑到后面撑到越后面是越有优势啊可是还要看你本身的走位操作了
队友上的配合是蛮重要的。最近看到，这几天一直看到打排位的时候，去选角的时候，队友路人队友都会被那个洛克，也是一只蛮勾脚的，玩得好的不得了啊！但对面的洛克就玩得不错了。你不能冲了，老冲了，你不能冲了。必须死了！结束。这边下兵了，也差不多了。这边输也守不了了，他们两个守不了了，差不多了。如果还想看我拍什么，上一部影片进去看了，前面两部都是图论的。这次图论我觉得改完有人很不习惯，但是我蛮喜欢这次改完的二级。它是原本它的二级是差不多像树影，但是改完之后像滑步一样。又是第一名。这有人不喜欢，但是我自己蛮习惯的。这不是以前我跳街舞关系。33%输出。可能跳街舞跳习惯了。好啦，各位，那我们就下次见啦哈。拜拜。记得 YT 按赞订阅我哦，开启小铃铛追踪 IG 开的公告，粉专第3波送点数活动开始哦，还想看我拍什么，记得留言给我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各位，拜拜。